没有了吧？网子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冰箱清一下，把有些东西拿回去。好多东西买了。哎呀，我发现怎么这么多水呀？你看，它是那个温度，它是那个冰化了。哦，你看，全是水。我怀疑我们这个冰箱哪里那个孔了。啊，那个就是漏了，还是孔，堵住了，堵住了，怎么样？对，好多水，嗯，你看，全是水。我们刚打完球回来，发现冰箱里啊全是水，你看，都是水淋淋了的，你看，是不是都是水呀？哎呀，好多水啊！是什么原因呢？大家知道不？你看，上面没擦的，你看，也都是水。看这里，全是水，这里也是水。这个是我装那个牛肉的，你看看，里面也是水，到底咋回事？好，现在空调工作了，我们清一下冰箱。你看，这都是冰，是冰。看，都是冰。把那水倒这里来吧，需要的地方好多水，我拿纸擦一下。买这种粗纸，擦地是最好的。哎呀，全是水啊！看看，到底咋回事呢？是不是内外温差造成的？这个冰箱制冷效果还是可以的。空调也不错，挺舒服的，应该差不多了啊。看，上面的冰箱已经关了，应该整的差不多了。下边的冰箱，看也整的差不多了，给它敞一下吧。等到回头我把它关一下。人告诉我说这里有一个排气孔或者是排水孔，在哪里啊？在哪个位置？我怎么没找到呢？哦，那个呢？那个是温感器，应该。好，菜我们都装了一个袋子里了，一会儿我可以拿回去，怕坏。打了球，人还是很舒服的。这边还有打篮球的。发生一件事儿，我们刚打完球，就把网子给忘取了。直接到车那儿去了，现在网子没看到去了，没有了吧？网子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